连诗雅在《喜爱夜蒲》系列电影入面的演出，相信令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作为演员的她又为艺术牺牲了。她在改编自漫画家郑建和的知名漫画《野狼与玛丽》电影入面有极多的性感演出，当中最吸睛的一定是她赤裸上身一啖一啖地吃住大雕烧的情景，当然被人摸胸激情的床戏都是不可以少的啦。他还在餐厅里面当众除 bra 塞胸垫着丝袜等等，其中有一幕半裸上身和戏中的男演员身贴身，他都只是用块黑布遮住前胸，监制和导演都大赞他非常专业啊。打开香港01 app， 即刻按下面01 TV 粒掣，再按上面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